人咋这么多呢？乌泱乌泱的。五月天演唱会你不知道啊？我现在才知道，我说这么多人呢。你不是故意带我来这儿的？不，咱俩不就吃完饭遛弯走到这儿了吗？我以为你知道我喜欢五月天才带我过来。那我现在知道算晚吗？晚了，你看这么多人，那票都抢没了，都能抢票。你说跟他们抢啥呀？咱俩就回家，一会儿买本 CD 回家听，行吗？那电视能跟现场一样吗？有啥不一样的？你想要氛围，咱可以把灯光全打开，完整两个手电筒，咱俩摇呗。多奇怪呀！我是想在现场跟他们一起唱歌。你想听他们现场唱呗？我给你唱得了呗。突然好想你。哎呀，别气我了。哎呀，我刚吃坏肚子了，我要想上厕所，不知道我好像就吃坏什么东西了。赶紧去吧。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呗，正好你玩会游戏。啥游戏啊？口袋奇兵嘛，现在多火呀！你就玩这个还贼简单，全球1亿人都在玩，拖动合成就能直接升级，非常解压，一上手还不费脑，而且新手上线免费领取海量好礼，我随时随地都拿出来玩一玩，贼解压。你看这玩法一套一套的，现在都不用下载，小程序打开直接玩。哎，还挺好玩的。你在这等我啊！行啊，马上回来。快快快快，有多余的没？我谁买演唱会买多余的，大哥？你有几张？我多余的肯定没有，但我特意给你买了。是前排吧？废话，内场。那挺好，挺好。哎呦我 ，A2 区呢？哎，你给我一张，有一张是我的。我这我得要两张，不还有聊聊呢吗？你能做人不？我先借了行吗？你就当借我的啊！谢谢，拜拜。你怎么这么长时间？我给你个惊喜，你猜一下。你不会买着演唱会的门票了吧？你算是猜对一半儿，怎么就一半儿呢？给，这是啥意思？你不想听现场吗？嗯，咱俩拿纸壳子找地方一坐，还能听到现场，还不用花钱。你看看这事儿行不行？你鬼点挺多呀。那咱俩得找一个靠前的地方，舞台不是在这儿吗？咱俩就坐这儿，就这边行吗？行。那再往前一点，咱俩更近一点，万一外场人多呢？行。聊聊啊。在一瞬间，有一百万个可能，敢向前走，或者继续等，这都。